青蛙变王子，谁是卧底？七位王子被神秘的呱呱组织给绑架了，需要我们三位公主去把他们救出来。你有什么才艺吗？我找到了，是你啊！没想到吧，我还有一个呢。对，刘宇，我看到了刘宇。跳弹启动。谁呀、啊？在里面？跳弹启动。沉默的呐喊，全员无默契。我以前干嘛的？漂亮公主跳舞。我以前干嘛的？我以前干嘛的？阴吃阴吃阴吃、啊、很多人追你，很多人追我。对，校草，你我喜欢他。戴相思，亲吻飞吻，么么哒。公主的战斗，这两队已经开始撕扯起来。好厉害啊！哇哇哇哇！保卫公主答题赛输很大，请说出三首伤心情歌名。一笑倾城，一笑倾城，我光是听歌名都快笑出来了。我放30秒，你们要四个人没有一个哭出来就不能算。你给我哭！现在要选一个惩罚了。哇！哇！哇！